对，非常确定，已经在都在安排细节了。今天还在跟这个服装他们在开会，我们也希望能够设计出很适合的服装来。现在在积极的准备当中。对，前两天还在听那个歌曲的小样呢。新歌还是老歌？当然是大家最喜欢的老歌了。校队唱新歌就没意思了嘛。除了歌曲有别的形式的节目？除了歌曲有别的形式的节目？我也想演小品啊，可是他们没找我。他们两位最近比较忙，还在剧组，所以我就负责在北京多做点事儿。那你们那个节目会经过这个春晚的层层的审核吗？我想所有的节目应该都要吧，不过我想我们这么努力，这么有诚意，应该问题不大吧。那现在是到什么阶段？现在到什么审查阶段了？还没审呢，因为还没法正式开始排练，因为他们还在剧组，要等他们就是杀青回来以后才有办法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